是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君君啊，哎，刚出院，你还是改上点吧。老孟啊，还是你对我好啊。说啥呢？记住了，这儿就是自个儿家。哎，你能不能温柔点啊？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？能。哎，爸，你想听啥？我给你唱一首。唱首温柔点的。哎，好。这个。给我的父亲，祝他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感染了我的心窝。你就当你悄悄走到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好像进了心，是最热的一刻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说一把火，你来熊熊火火唱得好，照亮了我。让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希望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下来，还没拆线呢，你等着明天搬回去。你烦死人了，你！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我这里呢，东西都摆放的井井有条啊，你别给我弄乱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别乱翻我东西，我这都是收藏品，都是按照日期摆放好的，你懂什么呀？谁稀罕呀？你要是有啥见不得人的小公碟啦、小书籍啦，最好赶紧收拾好，不然让我看见了，尴尬的可是你自己。我勉为其难的把这个房间让给你，你这个人应该懂得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没啥事，退下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等我收复这里的时候，一切都得保持原样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张姐，睡觉。